是我的生日，生日快乐。然后我要那个悄悄一点。今天不，昨天我成功的威胁到李艳艳停止发我的丑照。让我问老师，看你现在丑照吗？哪一张？快点，快点来！不一样，你系唔系同多次发生？你同我讲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啦！李雪生日快乐，祝你越来越美，然后找到男朋友。不拍我就丑，还是我本来就丑。大家替我庆祝了生日，我感到很开心。什么鬼呀、啊？我在写作文呢。三个黄瓜吧，看久了就喜欢了。最美黄瓜是黄瓜。这黄瓜是我买的。哎，很美啊，真的。谢谢大家，谢谢我的朋友们，今天在 Deep and Deep 帮我庆祝生日，然后还有送我礼物，还有请我吃 Deep and Deep， 还有买了一个皇冠给我，谢谢 ，OK 啦，拜拜，24岁生日再见。